22号 APEC 女性领袖峰会进入第二天，著名艺人吴尊作为嘉宾出席，并就树立榜样的重要性进行发言。活动间隙，吴尊接受了新华国际独家专访。其实我现在可以算是一个爸爸嘛，然后我也算是一个企业家，我有经营一些生意这样子，然后也算是一个艺人。对，那我觉得这个标题为什么会想要讨论关于好榜样这件事情，是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身为一个爸爸，身为一个老板，身为一个艺人，好榜样非常重要。对啊，比如说我带我的小孩，我也希望说以后我的小孩可以看到爸爸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然后爸爸讲他的时候，比如说跟他教导他的时候呢，也是比较有力量一点。因为假如爸爸是一个不是一个好榜样，你怎么样去教你的小孩？对，那身为一个偶像也是一样，你有很多支持你的朋友，那你要怎么样去传达那种很正面的东西给他们？对，因为就像我自己也有偶像，那我的偶像是 Michael Jordan。对，那假如我的偶像他有一些不好的例子，不好的一些榜样的话，很容易会影响到我们这些人。对，对对对，所以才会想要选这个标题来讨论。